Chapati parota. Chapati parota. Brown biryani. Brown biryani. Brown biryani. Smalling 的破破破破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。今麦我伫马来西亚的印度街，你看，这个贵的街拢是印度的 decoration， 这个贵的街拢是印度人开的店。哎呀，你看印度的衫，今仔日就是要来吃吃印度料理，吃的印度料理足有名的哦，就叫做玛莎拉。这个玛莎拉是。熟悉的哦，无白的哦。哇，伊个菜单的足密密麻麻的，根本不知道点什么哎。巴斯米，现在就来啉伊个饮料，我的是拉西，你的是啥物？玛莎拉 coffee， 应该是姜的咖啡。怎么来的？这个应该是姜奶茶吧，很重的姜味在里面。D O I C 帽，这个不用介绍，这个 D 岛类来的拉茶。芒果诶，酸亚鼻，芒果奶昔的感觉。嗯，我不知道我点什么，他帮我点的，我叫他推荐我吗？所以只要加了他的玛莎姜而已。对，你等一下。过去看 Google 哈，我、是一堆香料的茶来的不？我主要成分是有姜啊。今麦就是吃这个很复杂的菜名哦，这个绿色的是香瓦拉马顿。你要配那个饭呢？熟悉的油吧。较咸，因为麦现在人较介意食咸的。它香料很多，跟它层次感。嗯，伊个。饭足咸的，这边的印度料理的是真咸的，无咧开玩笑哦。OK， 伊呢 ，Medu Vadai， 好难念哦。好像有酸呢。有啊，甜甜酸酸。来这有酸奶的感觉。对。这个是 Mushroom Masala， 蘑菇。Mushroom mix masala. Chapati parota. Brown biryani. Brown biryani. 肉好吃耶，咖喱的感觉。那是有这么多香料，我有介绍等于没介绍，因为我都讲不出里面有什么香料。我们不是美食节目，不要太要求我好不好？我是自在吃。OK， 我们快转吃完了。今天的投票最好吃的就是巴尼玛莎拉多西。叶子形青青球可丽饼的，是嫩嫩的，我猜也是有酸奶在里面。拜拜。今麦去印度街散步。大部分都是菊花的味道，好浓郁的味道，都是菊花味。还有一种花，这个花啊，这个是甜点来的。印度算命，还有印度人算命，可是算命我听不懂，不知道他说什么呢？宝贝啊。二十分钟了后就要撕掉，立起来，睡吧睡吧。今天的印度街之旅就到这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拜，走路。回家。好像比较好看。他讲刚刚那个转弯都不美。那边有点蛮有天气，老板看看。我觉得我手痒痒的，可以的嘛。要死了是吗？看，那就是。抓住啊！链条的款。